这个万米深井的成功将会为我们开拓新的领域，特别是这个万米地层啊，将为我们认识地球的演化提供难以获取的信息，非常珍贵的信息，使我们能够更加准确地认识塔里木盆地，甚至整个我们中国大陆的演化。深地塔克一井肩负着科学探索与油气发现两大任务，这口井取得突破以后，对于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，对于抢占科技制高点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，对于寻求油气资源规模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。